诸位同学，从明天起，我们学院可以说一年一次的活动，这个纪念华藏图书馆顾馆长韩寅居士的往生8周年了。每一年在这一天，我们都举行一个追悼的仪式。那么今年呢，除了这个仪式之外，我们还办了一个幸福人生讲座。总共啊是8天，从6号啊到这个13号。每天有6个小时的课程。这一次从海外啊各方面来的人有200多人，实在是显得我们学院这个道场太小了，但是这种热忱是值得我们敬佩的，那么这次学习的中心是《弟子规》，以这一门呢为主。我们的《华严经》讲到昨天呢，正好是一个段落。这个业果甚深呢，文殊菩萨把这问题提出来了。这个。下面宝首菩萨大佛的10首偈，如果我们今天就开始讲啊，顶多也只讲1首偈，那要停很多天啊。我就想到呢，不如我们把今天这堂课啊改作仁爱和平讲堂。我们采取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禅宗的6祖，慧能大师。那么他的《坛经》是在讲啊，中国人没有不喜爱的。我过去讲过2遍，而且我跟同学们呢多次报告，我这一生没有学佛之前，看了一部经，就是《六祖坛经》，丁福宝的前注，我看了非常欢喜。到以后正式学佛了，方东美先生问我有没有看过这个佛经，我说我看过《坛经》。这个李老师也曾经问过我看过什么经，我说我第一部看的是《坛经》的前注。这2位大德没见过面。他们只是慕名没见过面，真的是异口同音呢，告诉我学不得。为什么学不得呢？他说那是天才儿童，
不是中下根性人所能够做得到的。啊，所谓是一步登天呢，啊，他真的登上去了。如果登不上去，那粉身碎骨啊！啊，所以两位老师啊，都劝我要学教。啊，这宗门教下了，啊，学教。教呢是由浅而深。像这个上楼啊，这爬用爬楼梯，啊，不是一步飞上去的，不是的，啊，那是要有功夫的，啊，非常的稳当，啊。但是我们细细去观察《坛经》，能大师教人。你看，他说得很清楚啊，他所戒淫的人，上上根人。换一句话是，上根他都不要啊，上上根人。啊，那么上根、中根呢，大概都是跟神秀大师去了。难顿白见。这神秀大师结大乘根性的人，这个能大师是上上根人。上上根人呢，修行从哪里下手呢？这一点我们决定不能疏忽。啊，如果下手地方错了啊，那禅就变成了狂禅了，啊，决定得不到受用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《坛经》里面揭露了一些话，啊，这都是丁佛宝居士这个前注里面的话，啊，这一段非常好。坛经最重要的宗旨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啊，在于示明一切万法了，皆从自性生。啊，这个跟大乘经教里面所说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昨天读的这个《华严经》，啊，菩萨问明品里面第一大段缘起甚深。第二大段教化甚深，现在我们刚刚读到业果甚深，你看跟禅宗的宗旨相不相同？完全相同啊！啊，肯定啊，一切法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呐，这个自信就是心。啊，从自性生呢，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唯心所现。那么自性就是自性，这个自性是真心。啊，我们凡夫一看到自性，就以为什么呢？啊，我心，我这个心。这心脏啊，这个东西不管用啊！啊，聪明一点呢，什么是我的心啊？啊，我能够思维、能够想象的，这是我的心。意识啊，
啊，试问问这个世间人，哪一个不是把意识当作自心呢？啊，意识不是自心。啊，此地讲的是真心。啊，所以自性就是自性呐，自性就是真佛。啊啊，这个第一识不是真佛，不但第六第七不是真佛，阿赖耶也不是真佛。啊，所以。此地讲的自心是你的真如自心啊，那么佛真佛什么叫做真佛，这个一定要清楚啊。佛是什么意思？觉悟的意思啊！啊，你看这个大乘教里面，啊，对“佛”这个字的解释，啊，佛者，觉也。啊，佛陀翻成中国的意思是“觉者”，翻作“觉者”。觉者就是觉悟了，真佛就是真正觉悟了啊！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个佛了，就想到一个32相80种好，那你就搞错了，你完全着了相了啊！所以佛是自性觉。啊，特别强调这个觉，这是政府觉性是自性中之本能啊。大乘教里头常讲真如本性，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呀，无量智慧起作用，就叫做本觉，那就叫做真佛。自心，自心，这个自心就是真心，不是物质，没有形象。它是宇宙万有的根源啊！这个宇宙万有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一切万法就是宇宙万有啊，包括空间、时间，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从自性生的。啊，华严经不讲生啊，讲现，唯心所现啊，现跟生是一个意思，现比生还好啊。生的对面是灭，现的对面是影啊，影现啊，这个意思比生灭好像柔和的多了啊，我们听起来好像也亲切的多了啊。影现不是生灭啊，为什么会有影会有现呢？影现在缘，
昨天清凉大师在华严注解里面给我们讲，迷真业起啊，业报难圆呐，无有自体呀。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，很清楚，很明白啊。所以我们学佛，学佛就是学觉，觉是自性本觉。起心论里头讲得好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。我们自性本觉。自性本来具足无量的德能相好。觉了之后，只要本觉啊，这个德能相好自然就现出来了。就现出来了。如果要是迷了真呢，迷了真，这个本觉没有了，本觉迷了，迷了真了，我们的能力相好也就扭曲了，就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，就变成这个东西了。这些东西你要知道，相有体无，似有理无。可是你迷了的时候啊，就像文殊菩萨所问的，有苦乐忧喜舍的感受，觉了没有？觉了的人啊，佛经里面讲，他那个感受是什么呢？叫正受。这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苦乐忧喜舍啊，这个受不正啊，不是正受啊。六道凡夫所有一切的受啊，都不是正受。正受里头没有苦乐忧喜舍。那么文殊菩萨在这一段文经文里面，他这个问的意思就在此地。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。他问义里头的最后一句话说，然法界中无美无我。就是没有对立的，没有对立的是正受啊。苦乐忧喜舍是对，是有对立的。这个法界就是自性，就是自性。所以在自性里面，在自性里面没有对立。怎么会有苦乐忧喜舍呢？苦乐忧喜舍从哪里来的呢？自性里头不但没有受啊，自性里头没有我啊，我所都不可得。这个自性在哪里呢？遍法界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如果他要不在了，这一切现象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现象是从他生的，他要没有了，那个现象就没有 着落了。我们常常在讲学里头举例子，我们用远程教学嘛，大家总是离不开这个电视电脑的这个荧幕啊。我常常把这个荧幕比喻作自心，比喻作本性，比喻作法界，
比如说化身，啊，他没有形象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那么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一真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啊，都是这个荧光幕里面出现的画面。啊，画面虽然不同，我们晓得画面有没有离开荧光幕，离开荧光幕画面就不能够显现了。啊，我们拿这个能显现的荧光幕比喻作自信，所以自信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它什么都不是。啊，六祖在禅经里面说得很好，本来无一物，你看荧幕上本来无一物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虽然本来无一物啊，能现种种相。啊，只要缘具足了，它就会现种种相。啊，华严经把这个说得很透彻，说得很明白。啊，报应业起，业报难圆。而生的，所以他没有自体。啊，他的体是什么呢？就像我们这个画面，画面没有自体，画面的体就是荧光幕。啊，荧光幕不是画面。但是这个画面跟荧光幕是绝对不分不开家。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真不是妄，妄不是真，但是真妄是合在一起的。啊，没有真也就没妄了，没有妄啊，真也显不出来了。所以真在哪里呢？真在妄中。妄在哪里呢？妄在真中。哎，但是真不妨碍妄，妄也不妨碍真，妙就妙在这里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清凉大师讲华严呢，无障碍的法界。那么我们今天障碍在哪里呢？障碍在妄想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啊，真的呢是完全。迷了，完全不知道。啊，好像我们看这个电视电影呢，只是看迷了。啊，全心啊已经投入了。啊，已经不知道它是个是这个传媒播出来的这个幻象。啊，以为是真的。六道众生就是这么一个情形啊！啊，所以祖师教人，你看他教人教得真好啊，故不必学自佛而求他佛，但觅自心佛可也。你看学佛的人，几个人学自佛啊，求自佛，全是求的他佛了啊，实在是哪里有他佛了，根本就没有他佛，自他不二啊。可是你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你以为真的有个他佛啊，真的以为有个释迦牟尼佛啊，是啊，三千年前真的有这么人出世啊，啊，大家称他为释迦牟尼佛啊，认为释迦牟尼佛跟我为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心外求法。
啊，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我们修净土天天所求的。那六祖所讲的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呢？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祖师前头一句话不要忘记：是是显示，明是明白。啊，明白显示，一切万法皆从自性生。那我们要问，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自性生？阿弥陀佛是不是自性生？是啊。我现在这个身是不是自性生？是啊。啊，你的身，他的身，哪一个人身不是自性生呢？不但所有一切人呢是自性生呢，所有一切动物，所有一切植物，所有一切矿物，所有一切自然现象啊，所以是净虚空变法界，哪一法不是自性生？这是大前提，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搞清楚、搞明白才知道啊，整个宇宙是自己呀、啊，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啊。啊，这个做梦的比喻，佛在经上用的最多。啊，因为人人都有做梦的经验。梦中所有一切境界，所有一切人，所有一切物，啊，山河大地，啊，包括日月星辰，那梦中我们都现着。这梦醒了之后，你就想一想，这都从哪来的？这个大家知道哦，我们的意识心变现出来。那既然是自己意识心变现出这个梦境，梦境里哪一个不是自己？那我们念佛的人梦到佛了，啊，我有一次是梦到变法界诸佛，啊，这一句的时候，我们在大回向里面常常念到。啊，我有一次真的，啊，梦到整个这个虚空，啊，前后左右通通是佛，无量无边诸佛。啊，从哪里来的？唯心所现嘛，唯识所变嘛。啊，那么你就晓得释迦。是自佛，不是他佛了。弥陀自心弥陀，唯心净土。那在此地呢，自性释迦，唯心娑婆，这就把自佛找到了。啊，你真正觉悟，你真正不迷惑了。所以佛为什么那么样爱一切众生？爱一切众生是爱自己嘛？啊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嘛？啊，他迷了就是自己迷了，一定要帮助他觉悟。他做错了，做了恶业了，就是自己做恶业了。我今天醒过来了，我今天觉悟了，我没有理由啊，所以是无缘大慈。为什么呢？同体大悲啊，
一切众生跟我同一个自信呐，同一个真心呐。世间人不知，世间人迷惑，所以佛在经上教导我们，这里用方便话来说，常常讲那些人可怜悯者。啊，实际上可怜悯者是什么呢？可怜悯者是迷。啊，可贺可喜可赞叹者是觉，没有别的，觉迷而已啊。先觉一定要觉后觉，没有条件。啊，这真正觉悟到了。啊，什么时候你看到这个人觉悟了？他必定是全方面的舍己为人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这个人就真觉悟了。他对于帮助别人还是有条件的，这个人没觉悟。啊，觉悟的人绝对没有条件。啊，觉悟的人真心现前，真心就是菩提心。啊，我们平常讲的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圆满的现前，他还有什么条件呢？啊，大乘教里面叫这个做无缘大慈。无缘没条件的啊，世间人呢有这个慈悲心，有慈悲心爱心呢，有条件的啊，父母对儿女有慈悲，为什么？他是我的儿子，那哪有不疼爱的道理啊？这就是有条件的，那个不是我的儿子啊，我就不爱他了，不照顾他了啊，有条件的啊。啊，真正觉悟的人没有条件的。啊，觉悟有层次。有大彻大悟。有大悟，有小悟。啊，那么这个爱心确实随着他觉悟的程度不断在扩充啊。啊，所以人不觉悟的时候，这个慈悲像父子，这个慈悲像爱缘慈，这个爱是情啊。啊，六祖叫我们呢，这个转世成智不能留情啊。啊，若于转处不留情，成功了。啊，他完全是情，没有智，那就是爱缘慈。我对你慈悲，我很爱你。啊，那个爱保不住啊，会产生变化。啊，你看男女相爱。这非常明显的啊，结了婚了没几时他们又离婚了，这不是假的吗？啊，所以我常常告诉这个年轻人呢，啊，女孩子，这个男孩子说我爱你，那个男孩子说，女孩子说我爱你，别当真，假的，虚情假意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他会变？
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受过圣贤教诲，变得太快了，让你措手不及啊！所以你要冷眼把它看破。觉悟的人那个爱是真的，永恒不变的，没有条件的。所以真爱在哪里？真爱是佛菩萨。只有佛菩萨那一种这个是大慈悲，那一种真诚清净平等的爱，永恒不变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真心，他是自信。他不是物，他也不是情，所以他就不变了。物会变，情也会变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我们要学的。所以佛家，特别是大乘，无论是哪个宗派，哪一个法门，他的终极目标都是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就是真佛了，就是把自己的真心找到。真心就是真觉，真诚，真清净，真平等，真慈悲。所以六祖教人，这个叫是正确，直截了当。但觅自性佛可以，不要到外面去找，你把你自心找到，自心就是佛。自信就是佛。底下那个话从哪里找起啊？其重要之下手处，这个要紧了。我们要特别留意了。重要下手处在于依法修行。修须自修，行须实行。别人没办法给你修的，你要自己修啊。行你要自己真干呢，要老老实实干呢。那么他讲依法。以什么法呢？这个太重要了。其所修所行者，这就先把法给你说出来了。这个法呢，先去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欲、嗔恚、愚痴等十恶。宗门大德从哪里下手啊？十善业道下手啊。不但是教下了，从这里下手，教外别传的禅宗啊，也从这里下手。所以十善业道经重要啊！十善业道经是我们佛门的弟子规啊。无论是哪个宗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全都是从十善业道建立的。离开十善业道，给诸位说就没有佛法了。离开十善业道啊，就没有行门了。无论是哪个行门，通通是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。那么你要知道，这个十恶要是不除掉，
你在佛法里头，无论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说个实在话，你是不得其门而入，十善业道入门。啊，你没有实现这个门，你都不晓得门在哪里呀。你永远在门外啊，还自以为得到了。啊，你认识了是这个十善业道啊，你把门找到了，断食卧修十善的，你进了门了。啊，这个门是什么门呢？我们房子外面有围墙的。这是围墙的大门啊！进入这个大门是院子、庭院里面，还有堂，还有舍。啊，就是这个院子里面还有房屋啊，房屋啊，你在房屋外面没进去啊，你只是进入人家的院子了。啊，像我们这个大厂都有院子，啊，都有个围墙，哎，你是从围墙这个大门进来了。我们的讲堂你没进来，我们的教室你没进来，甚至我们的这个厅啊宿舍你都没进来，你在院子里面啊。那要怎样才能入实呢？后面大师就说了：“来，再去邪见、邪思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等八邪。”这一段说的是说，37道品，37道品最后一段八正道，啊，37品我们知道，它里面有7科，啊，7个科目，4念处。4正勤，4如意足，5根，5力，啊，7菩提分，8正道。啊，这个7科啊，就像7层大楼一样。第一层是4念处啊，第二层是4正勤啊。第三层是4如意足啊，最高的这一层是8正道。37道品，天台大师给我们讲，有藏通别圆，用藏通别圆来讲37道品，37道品把整个佛法都包括。我们通常讲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通通包括了。而十善业道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大楼的基础地基。
你没有很好的这个地基，十层大楼啊，你盖不上去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修到八正道啊，你入室了，登堂入室了，你见到佛了啊！这个见到佛是，你见到自心了，你见到自佛了啊！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教下讲的大开圆觉。念佛人讲的理一心不乱，名词不一样，一个境界，一桩事情。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，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强调？不这样强调，不是真干。华严经听听热闹而已呀，不是你的境界，你没有弃儒啊！你如果弃儒的话，你就是化身菩萨了。从哪里弃儒？从十善业道，从三十七品。念处是智慧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破，念处是看破，正行是你有能力辨别邪正邪法要赶快把它除掉，正法要认真修行四如一足是放下，看破放下了，你才有根才有力了那么除八邪，除八邪，八正就现出来了。大师还有一段开示，这一段开示好，让我们检查自己，我们八邪到底去了多少成分八邪要通通除掉了，那么下面自性中不善心呢，你完全没有了。我们继续看这下面这一段。即是除自性中不善心。不善心这一句是总说。下面别说邪迷心、戒害心、我们还有没有？我们还有没有迷惑？还有没有害别人的念头？还有没有狠毒心？嫉妒心、谄取心？谄媚八戒人，无我心？无我心就是我执。
执着这个生生活，用我当然就用我所，狂妄心啊，狂妄自大，轻人心，轻视别人啊，慢他心，傲慢，共高心。这是在这里举几个例子，你还有没有这些？有这些，你那个霸邪不干净啊，没除掉啊。霸邪要是除掉了，霸正现前了，这个心里头所有一切不善，统统没有。这个时候真正是啊，慈悲啊，慈悲变法界，善意满娑婆，啊，我们对一般大众讲，没有学过佛的，你讲法界讲娑婆，他不懂什么意思。啊，我们就改一改。啊，爱心遍宇宙，善意满人间啊，这个他好懂。啊，实在我们讲宇宙、讲人间，范围缩小了很多。啊，法界大了，啊，娑婆世界大了。底下还有两句话，我们要记住：即一切时不善之心。啊，不善的心表现在生活当中，就是不善的行为。啊，不善的心啊，是迷惑。表现在行为上，就造业。起惑造业，后面苦报就等着你了。啊，三途苦报从哪里来的？业感的，不善业所感召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啊，今天下午，啊，有个同学带了一片这个地狱变相图，啊，这是英语配音进去的，啊，来说明。我看了一段，啊，很好，这个要大量的我们来制作，啊，赠送给外国朋友们。这是中国人的英国教育的教材啊，在中国也流传了几千年了啊，中国人这个是几千年这么长的时间接受这个教育啊，他不是迷信，人真的有过去有未来，啊，就是肯定有轮回。啊，那么在美国有个预言家凯西，啊，他的这些报告啊，我们学院呢采取作为英语学习的课本。啊，我采取这个课本呢，好像是我们格里菲斯大学副校长啊，
我跟他谈到这个，哎，他说你这是好主意啊。啊，这说明是外国人的时候也肯定有轮回，有来世。啊，苦乐的果报，看我们的行业，我们的心善、行善，来世好果报啊。我们的心不善、行不善，来世是苦报啊！啊，地狱魔鬼出生的苦报啊！啊，所以六祖幕后说：“常见常自见己过，不见他人过。”啊，不见他人是非善恶，这对了。这就是六祖大师教导我们。明心见性从哪里下手？啊，我们今天就报告到此地。